最近全球掀起了冰桶热潮，也让社会关注到了渐冻人的议题。曾经是富士康也是宏达电的这个科技工程师郭大伟，3年前他发现自己罹患了渐冻人症，逐渐了失去生活的能力，痛苦不堪。他寻求干细胞的治疗，不过目前临床实验资料不足，被卫福部退回申请。郭大伟不放弃，他自愿要当白老鼠来试药，他说要让这一生更有价值。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变成这样，实在让我非常的害怕。说话起来相当吃力，郭大伟3年前知道自己是渐冻人之后，逐渐失去自理生活的能力。他寻求治疗，不计划却因为临床资料不全被卫福部退回。多申请一些医疗实验项目，一般的渐冻患者。尽管如此，他愿意放手一搏，就把自己当白老鼠，就算失败，这一生也是充满价值。要是成功很好，不成功的话，我们家长甚至他本人都自己来负这个责任。除了为自己找活路，郭大伟也盼望帮渐冻人病友们找生机。个人的这一方面的话，也要有医师帮他申请，有医师愿意做。求死不得，这是渐冻人的真实情况。在看完一场场的冰桶秀之后，是否该开始思考能够为渐冻人做些什么真正有建设性的事情？记者潘建任台北采访报道。